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本來好想講韓文嗰句，但係我驚我自己講錯咗，都係獻丑就唔好講過啦。咁你見到呢一個畫面裏邊嘅作品，包括呢一個名咧，其實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咁有好奇怪先，今日應該係一個 design 嘅 seminar 嚟嘅。咁但係我下邊寫住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Art。咁最近咧，其實 exact 係今日嘅。 今日咧就喺光州嗰度咧有一個全球性嘅新媒體藝術嘅論壇咧，就今年就巡迴到嚟韓國，每一年都喺唔同嘅地方。今年喺韓國，喺光州。咁其實我都有件作品喺嗰邊做緊展出嘅。咁點解會喺一個即設計嘅論壇嗰度有一個好似藝術嘅議題呢？咁因為其實我就有幾個身份。 咁當中咧就係咧，我其實全部作品咧，我視佢為藝術同埋設計咧，其實基本上係冇分別。咁所以呢個身份都令到我好特別地咧，喺呢一個HKDA 嘅 GDA Award 裏邊咧，有攞咗兩件，即係有兩件作品咧就攞咗獎。咁我頭先講咗我有幾個身份。咁第一個就係因為我嘅 training 咧，我 background 咧全部都係嚟自 art 嘅 training 咁我都係，即係我到而家咧，又或者係從我到尾咧，都冇放棄過咧，就係從事藝術嘅創作。咁但係咧，喺中間咧，因為我中間教咗一陣子嘅書，咁臨尾離開我校之後咧，開始有啲工作咧牽涉到我會稱呼佢為，即形容佢為咧係一個設計嘅項目嚟嘅。咁陣間我都會解釋下，我點樣分開，或者其實我都唔係好分得開。 咁另外有另外一個工作嘅，我一路做緊，或者我以前咧甚至乎係全職去做嘅，就係教育 education。 咁最近呢5-6年左右咧，我再多咗另外一個工作，但係都離唔開咧另外個3個範疇嘅，就係 art design 同埋 education， 就係策劃策展嘅工作。咁我好呢個係我而家嘅生命裏面嘅幾份工作啦。咁設計藝術創作，我自己嘅工作，咁另外一個策展嘅工作，咁另外繼續都有教書嘅工作，咁但係教書嘅工作開始退到去好後面，就係可能會做一啲顧問嘅工作啦，又或者做一啲即係可能係幫你一年左右主持一啲大師班嘅課程咁樣。咁另外頭先阿 Jason 都有提到嘅，即係喺深水埗我哋有個空間，而呢個空間其實係想做緊一啲嘢，咁陣間都會好快好快咁樣講。 咁我頭先如果大家仲記得咧，我嗰個一開始嘅時候個主題係新媒體藝術嘅越界者。咁我越界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個人都好越界，即係好跨越界別。咁因為咧，我中學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讀 art 同埋 commercial 嘅。咁commercial 嘅意思其實就係我會有兩科咧係擺到明咧，就係中學老師叫我去揾食有用啊咁樣樣去讀嘅一啲科目嚟嘅，就係包括咗會計啦同埋經濟。 咁而其中有一科咧，我好憎嘅，就叫做會計。咁嗰科好憎嘅會計咧，我又好唔好彩咁樣咧，就考得好好。咁於是乎咧，嗰個好唔好考得好好嗰科會計咧，咁我真係大學咧俾人派咗去讀會計。咁但係我就冇去讀到嘅，咁好大膽嘅，即係呃咗屋企人嘅。咁周圍去唔同嘅學校嗰度敲門啦。咁嗰陣時咧，我淨係知道自己好中意一樣嘢，就係用電腦去做啲嘢。 扮做啲嘢咧，其實應該打記嘅。咁咧，所以咧，我就走去開始去揾唔同嘅，即大學去收留我啦。咁臨尾我去教書嘅大學咧，佢係冇收留我嘅。咁另外全部大學咧都冇收留我嘅，一路去到一間我覺得嗰陣時一間好差嘅大學咧，一佢就係好啊好啊，你快啲入嚟讀啦，爭啲俾埋錢我讀書咁樣。 咁我就留咗去我間學校嗰度，因為呢間學校，因為我當其時覺得佢一間好差嘅大學，但到返轉頭咧，佢影響我成世人嘅。咁我當其時就去咗讀 information system， 即係而家好興嘅大數據，其實就係嚟自 information system 呢一科。臨尾而家有好多名叫 decision making 啊咁樣嘅。咁喺嗰度我就學識咗各樣嘅技術 programming 啊
數據的運用。咁以至到陣間你見到我好多作品都同數據有關係，包括咗咧向 GDA Award 嗰度咧攞嘅作品，即攞嘅獎項咧，其實都同數據有關係。咁點解我會話呢個大學嘅課程咧令到我改變咗人生咧？其實就係咧裏邊咧有突然間咧有一年咧就有一個獎學金，雖然都唔關呢間大學事，但係呢間大學咧佢好好人話咗俾我知，同埋好支持我咧去攞咗呢個獎學金，就去咗讀 Animation and Visual Effects， 去咗美國，去咗 New York 嘅NYU 即 New York University 嗰度。咁當其時候，即你好明顯見到我而家冇做到 animation 啦，跟住你頭先你見到嘅片段冇任何一樣嘢係同動畫有關係嘅。咁我哋攞獎學金嗰七個同學咧，得兩個同學咧係做緊相關嘅嘢，其他有啲係做咗學者啊，有啲做咗唔同嘅嘢。咁但係咧，影響我最深嘅呢個 museum 咧，就係呢一間啦，就叫 PS One。咁其實就係喺 New York 嘅 Brooklyn 嘅，即係佢唔係響唔係響 Long Island 嘅。咁要去一個遠少少嘅地方。咁當其時啊 ，Brooklyn 咧係一啲即係爛仔住嘅地方嚟嘅，全部係黑社會。我記得我有一次去俾人恐嚇嘅，即係兩個黑人咧一路跑住追住我。咁但係我去到呢一度咧，我係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見到乜嘢叫做 New Media Art。入到去我見到一部跳舞機，我唔知道大家以前有冇玩過跳舞機，上下左右 ，OK 跳舞機改裝咗嘅一件作品。咁我同埋我嗰陣時我有個都係香港一齊過去讀書嘅同學，咁佢就帶我去認識好多，因為佢就係讀嗰間學校咧，就係香港城市大學、城市理工大學。咁就佢就係讀臨尾我去教書嗰間學校，咁佢係讀新媒體藝術嘅。咁佢帶我去解釋咗好多俾我聽。咁我問佢：咦，跳舞機點解會係即都可以係一件藝術作品咧？咁佢解釋咗之後咧，我就當堂發現原來我自己讀嘅 information system 同埋臨尾讀嘅 animation， 包括咗埋我以前中學讀嘅 art 啊各樣嘢咧，其實原來可以做創作嘅。咁咧臨尾咧就畢業之前咧。就當然都係做翻 animation 啊嘅作品，咁啊畢咗業之後咧都冇即刻進入呢個行業嘅，進入咗一個咧陣間另外有位講者咧從事咗多年嘅行業嘅，就係、是、廣告公司嗰度做，咁去咗一間 4A 嘅公司嗰度做咧，做一個好大家一入行一定會做嘅職位嚟嘅，就是、叫做 copywriter。咁我入去嘅廣告公司嘅年代咧，其實就係香港廣告業開始沒落的年代嚟嘅，咁咩開始沒落的年代咧？我做 copywriter 咧，個名字就 perfect 去演繹我呢個角色，就因為咧我係 copy 我老闆嗰句嘢，然之後 write 出嚟就叫做 copywriter。咁都冇創作嘅成分嘅，你聽我 copywriter very good term。OK， 咁但係我做咗大概一年之後咧，就咁啱有個機會啦，即又有個獎學金出現。再去呃下啦，又呃到，咁咧跟住咧又有好好彩咧，就係、是有個臨尾我教書嗰間大學嗰度有個老師問我：咦，你又識寫 program 喎？係啊，你又讀 art 喎？我都係喎，咁樣，咁不如一齊做啲嘢啊，咁樣，咁就入咗去城市大學嗰度，即係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嗰度，開始做 research assistant， 開頭唔係教書。同時間咧，我就讀我第一個 master 嘅課程，就是、New Media。咁透露一下少少啦，即大家如果都係教書啊或者學者嘅話咧，其實可以考慮一下香港嘅，因為咧好高人工，同埋成日唔使翻工嘅。咁所以點解我可以一路翻工一路又讀我 master 咧，就咁、是、嘅原因。咁有一件畫面見到咧，其實就係我嘅畢業作品其中一件，我做咗兩件畢業作品。咁我好彩，即係呢件畢業作品有一啲嘅，即為我帶嚟咗一啲嘅獎項啊，為我帶嚟咗一啲海外嘅展覽。我即呢一世仔，即嗰陣時呢一世仔都冇諗過咧，係可以出國展出自己嘅作品。咁臨尾喺呢間學校嗰度做咗一年嘅 research assistant， 做一啲嘅作品，即為呢個老師做一啲嘅作品之後咧，佢哋就開始問我，即臨就快完啦，咁問我咦有冇興趣留落嚟教書？咁留落嚟教書，咁意味住係咩咧？咁我就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就喺學校嗰度教書，就冇再做創作。咁接下嚟嗰張相咧，同我而家個樣咧就差好遠。我一路好想揾一張咧近代啲嘅相嘅，但係因為我近代咧冇乜，已經冇乜學生影我相啦。
咁所以我冇相嘅，就係呢一張相啦。咁咧就係幾多年前啊？呢個應該係2005年前，即係14年前。我2003年去到2009年就喺呢間學校嗰度做全職嘅教書工作 ，School of Creative Medi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呢段日子咧，其實就冇做創作嘅，完全冇做創作咁滯。咁因為咧，香港教書咧就即又再話翻個現實俾大家啦，人工好好，但係咧你係做教書嘅機器。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裏邊，我淨係做咗另外一啲嘅創作，就係做淨係做音樂嘅創作嘅啫。咁今日就冇帶嚟我嘅音樂啦嚇。咁但係咧我音樂嘅創作就係因為細個有做音樂。咁咧都甚至乎好經典咁樣樣咧，有發行過3張專輯嘅。咁啊冇人買啦，好明顯。咁如果有人買嘅話，我諗應該而家我係嗰啲咩王牌製作人坐喺後邊嘅指手畫腳嗰啲。咁但係我真係好中意教書，即係喺呢段日子裏邊好，即係培養咗教書嘅情緒出嚟。咁所以我就算離開咗城市大學之後咧，其實我一路喺唔同嘅學校嗰度一路去教，一路去教，一路去教，教到而家咧先至開始唔教。咁我頭先講過，即係呢段日子裏邊咧，其實就做咗好多音樂嘅作品。咁因為佢比較容易啲製作，即係我可以匿埋屋企做。唔使要揾一個好大嘅地方做裝置，因為我大部分嘅作品都係裝置嚟嘅。咁喺呢段日子咧，其實我都做咗好多小樂器嘅，陣間我帶咗一個同大家分享一下。臨尾呢一度咧就關今日事啦。2008年嘅時候咧，同我而家 Dimension Plus 呢一個拍檔，佢係一個台灣人嚟嘅，佢亦都係based上台灣嘅。咁就佢話：你一路教書，連你啲學生都做咗好多作品出嚟，但係你仲係做緊音樂啫喎，即係你最想做嗰啲嘢，好似未做到出嚟喎，不如離開學校啊，不如做你自己最想做嘅創作，不如同我一齊做創作啦。咁啊，於是乎就喺2009年，即係2008年年底嘅時候咧，就離開學校，離開一份好高人工嘅職業，就去咗一份完全冇收入嘅職業，就係叫做藝術家。咁咧，喺呢段日子都幾辛苦嘅，因為我離開咗呢個業界太耐啊，完全冇人會揾我做嘢。咁但係真係好好彩，又一離開嘅時候咧，又咁啱又攞咗啲獎，咁有啲媒體開始報道，咁呢度有一啲獎咧，就突然間喺嗰段時間裏邊全部發生曬，幾年嘅時間嘅啫，2009年去到2014年咯，跟住就因為呢啲咁樣嘅獎項咧，多咗啲人去揾我做嘢。咁啊，連設計獎開始臨尾都開始踩只腳入去各位專家嘅範圍裏邊。咁但我有一個堅持嘅就係咧，即係我真係幫人服務咧，我先至入設計獎啦。自己做嗰啲嘢咧，我唔會入設計獎嘅。咁去到做藝術作品、做設計作品都開始做得都幾穩定嘅時候咧，開始參與緊一啲嘅策展嘅工作。咁於是乎咧，就開始成立另外一個工作室，開始做一啲策展嘅工作。咁以下落嚟咧，好快咧，我俾少少片段俾大家。呢一個係啱啱做緊，仲做緊嘅嚇。大家如果有機會去上海有個叫做明當代美術館嗰度咧，咁可以去睇下呢一個展覽。咁我策展幫呢間美術館咧做咗一個展覽。咁好快地咧，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諗2分鐘左右。咁呢度咧，我各式各樣嘅一啲嘅策劃、策展嘅工作。咁呢個都幾特別嘅經驗嚟嘅。咁因為咧，我諗我策展咧都可能我同設計同藝術撈得好近啊，即夾得好近。咁所以喺我策展工作裏邊咧，我盡量揾一啲設計師咧，其實係可以一齊玩到一啲嘢出嚟嘅。即包括咗啱啱嘅感官邊界，咁我哋用咗一啲運算嘅方法去做一啲視覺出嚟。VR 呢一度咧就可能單純少少，因為我哋呢個客户咧係一個商場嘅，咁啊一個地產商，咁佢開咗一間好大，即係佢哋旗下最大嘅商場，咁佢哋好有霸氣咁樣同我講話，我呢個商場咧嘅最黃金嘅地段咧，2個月乜嘢都唔開，淨係做你嘅展覽，咁啊好喎。咁就於是乎邀請咗即世界各地唔同嘅藝術家嚟咧，做呢一個叫做 Bay Art 嘅藝術節，亦都臨尾成為咗佢哋每一年都將會做
的一個藝術節、藝術季，因為持續三個月嘅，中間會有啲講座。咁我哋嘅策展其實都幾多樣化嘅，咁但係唯獨是一個多樣咧就做唔到，就係香港冇乜。即係其他地方咧，我哋一路都做緊策展，但係香港咧就近乎係冇乜做過策展。咁包括咗呢一個喺台中嘅歌劇院，我諗大家可能都即如果有留意 architect 嘅話咧，都有見過，就係伊東豐雄佢幫台中做一個好靚嘅歌劇院。咁嗰陣時佢哋開幕嘅時候咧，我哋就幫佢呢一個專登佢有個叫做展覽廳嘅，就同埋伊東咧一齊 curate 咗一個展覽出嚟。咁因為佢嘅即佢嘅 architect 嘅概念好特別，佢係一個流動嘅 architect。咁呢個流動嘅 architect， 我哋就同埋伊東先生咧喺呢度一齊諗咗好多嘢，再加埋一啲台灣嘅藝術家一齊去做。咁另外有一啲同個城市發生關係嘅一啲嘅策展咧，台北將一晚嘅活動。咁有唔同嘅展覽，咁甚至乎你可以瞓喺個美術館裏面嘅。咁呢一個白晝之夜咧，其實係嚟自巴黎嘅一個活動嚟嘅。臨尾而家遍地開花，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舉辦呢一個白晝之夜。咁另外我哋即係離不開有同新媒體藝術有關係啦。咁喺台灣嘅桃園，我哋幫佢哋做一個第一屆嘅新媒體藝術節，我哋成日都好中意幫人做第一屆嘅，咁跟住第二屆我哋又冇做。呢個其實係嚟自韓國同埋英國嘅一個新媒體藝術嘅組合，叫做 Kimchi and Chips。咁另外我哋都揾咗一個意大利而家非常之非常之多人討論嘅一個新媒體表演嘅團隊。咁啱啱嗰啲藝術嘅策展，我甚至乎做嘅一啲設計嘅策展。個設計策展就係咧，喺深圳嘅設計周，佢哋第一屆做嘅時候咧，我就幫佢哋做咗第一屆嘅主題展，同埋另外兩個深圳嘅設計師。咁另外咧，我甚至乎幫高雄嘅設計周做過一個主題展覽。咁就係同Fab Lab 即係 Make Culture 有關係嘅一個設計嘅展覽。咁香港設計周就冇為我嘅，因為香港冇設計周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香港冇設計展覽係好少嘅，咁就算有都應該未必到我嘅。接住落嚟，感官邊界。咁因為其實我嘗試用一個主題去總結我嘅，無論係設計又好、藝術又好嘅作品咧，其實我就借用咗一個我好中意嘅哲學家，叫做Deleuze。嘅一個德國哲學家，佢嘅一套諗法就係、其實佢覺得咧，我哋嘅感官咧，其實係可以被勾勒出嚟，用唔同嘅感官嘅方法。譬如我哋畫緊嘅畫咧，其實係可以聽出嚟。就一個我好中意嘅 term 咧，就係感官的視覺 （haptic vision）。即其實講緊嘅意思就係將一啲唔同嘅觀感中間做一啲嘅轉換。譬如知覺同埋知覺之間，我哋點樣可以做轉換咧？譬如我哋睇到嘅嘢，我哋可以聽到；聽到嘅嘢可以睇到，或者睇或者聽到嗰啲嘢，我哋甚至乎可以摸得到。咁呢個就係我嘗試幫我自己作品或者幫我團隊嘅作品之間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叫做梳理我哋自己一套嘅諗法。咁我俾一個議題俾大家諗。你見到落嚟呢個就叫做 visible， 大家睇唔睇到個字？我專登整到佢唔係好睇到嘅，咁但係都睇到啦。咁其實我應該令到佢專登睇唔到。咁但係我哋睇到嗰啲係咪真係淨係得睇得到呢個咁樣嘅方法咧 ？visual 同聲可唔可以之間會有一啲唔同嘅存在，令到佢哋中間可以做到一啲嘅轉換咧？譬如視覺，咁我哋當然包括咗一啲平面嘅設計啦。包括咗一啲燈光啦，包括咗一啲嘅即係實體啦。咁呢啲咁樣嘅視覺同埋聲音，譬如一啲嘅音樂，甚至乎一啲機械發出嘅聲音，中間可唔可以透過一個我哋叫做 transcoding 嘅方法，去令到一啲唔同嘅觀感
被另外一種嘅觀感所體會得到咧？呢度有一件我自己嘅作品嘅分享，咁呢個叫 Cycling Wheel the Orchestra。咁呢個係一個系列嘅作品嚟嘅，其實源自於咧，即係如果你睇到呢一度咧，有一件作品，即係大家如果對 Marshall Duchamp 有認識嘅話咧，其實都可能會見過呢件作品咧，就係佢嘅 Bicycle Wheel。是 Marshall Duchamp 的第一件現成製作品 Ready Made 的創作。那這個創作呢，我記得當時我就是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呢，看到這件作品我就很深印象，還有看到他有一個訪問呢，就是說他第一個展覽呢是被人轉得個 look 的。那個轉得個 look 的時候呢，他的訪問就是說他臨尾呢覺得很可惜，只是第一次展覽被到觀眾轉到個 look， 因為他通過轉個 look 的時候呢，他看到這個 look 好像轉一團火出來，但是以後的展覽呢都因為安全的理由呢就沒有再被轉過了。那所以我就基於這一樣那基於這一句他的說話呢，就做了這件作品出來。因為這件作品其實是來自即巴黎官方即白昼之夜的一個邀請，所以我立刻想起這個法國的藝術家，我很喜歡他這句，我喜歡有機會試下去將這件作品再重新演繹一下小小的片段。這是一個系列作，因為它本身是只有一個 look， 但是在這個版本我做了三個 look 出來，而這三個 look 分別去做不同的東西。因為其實它不是單純的 look， 它不是單純的一個視覺，而是它是一個樂，它分別是一個樂器，一個spotlight 的控制器和一個燈帶的控制器。譬如我就在中間那個，我其實上面咧個碌側邊四圍咧就有啲燈咧，我可以開關開關，咁咧就令我可以做到一啲音樂出嚟嘅。咁另外兩位咧，其實就係控制緊側邊嘅燈光同埋中間嘅燈帶嘅燈光。咁所以你而家聽緊嘅音樂同埋你睇緊嘅所有關於視覺嘅嘢咧，其實都係嚟自呢三個碌佢轉動嘅接收速度或者唔同嘅各樣嘅控制咧，令從而產生出嚟嘅一個作品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我視覺轉換做聲音嘅時候，其實可以通過一個 transcoding 嘅方法。咁呢個 transcoding 其實可以通過一個表演或者通過一個互動去製造出嚟。咁我有一句説話咧，即可能人老咗咧，中意睇啲老餅啲嘅嘢。咁咧，所以咧有句老子嘅説話咧，就叫做大音希聲。我就好中意，中意到點咧？我臨尾做咗件作品嘅。咁但係如果我好直接咁樣講一句説話嘅話咧，好老土咧，或者叫做 watch music, listen visual。我哋通過一個咁樣嘅轉換嘅話咧，我哋會見到原本我哋好熟悉嘅一啲嘅媒體嘅另外一個呈現出嚟。咁我會稱之為叫做感官嘅跨界 sensory transboundaries。咁呢個sensory transboundaries 咧，亦都可以咧喺我另外一件作品嗰度見到。呢件作品叫做《日心雪》，咁咧就係2017年嘅時候咧，香港做咗第一次嘅燈光節叫做。咁呢個燈光節咧，其實就搭配，即每一個本地藝術家咧，就會搭配咗一個香港嘅heritage。咁呢個 heritage 嘅本身就已經好有故事嘅。咁我咧就搭咗一個咧叫做 PMQ 嘅地方，喺中上環嘅一個地方。咁呢個地方其實係咩嚟嘅咧？而家咧就係一啲即聚集咗一啲本地嘅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啦。嘅一個地方嚟嘅，咁鋪頭或者有佢哋嘅工作室，咁但係前身咧其實有警察宿舍，再前身咧其實係香港第一間嘅公立學校，咁再前身咧就比較少人講啦，其實原來係一間城隍廟嚟嘅，咁呢個城隍廟去到讀書，去到而家做創意呢三個過程咧，我揾到一個相關嘅脈絡，就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平台去認識呢個世界嘅唔同嘅方法。但它都是同一個平台，所以我在這件作品那裡就將這個平台做了三個章節出來。
你見到呢件作品裏面有三個圓形嘅，咁呢三個圓形就係我頭先講過三個層次。咁第一層次就係當我哋以為自己係宇宙嘅中心，即係太陽都圍住地球轉嘅時候，咁其實我哋立於地面嘅。咁但係我哋用一個仰望嘅方法去見到一個圓形，即係見到神或者見到太陽。咁但係開始因為變咗間學校出嚟，開始科學嘅探索。咁我哋會知道咧，其實原來咧太陽先至係宇宙嘅中心。臨尾開始創意加入咗科技，創意加入咗科學之後咧，我哋知道咧個宇宙咧其實而家開始慢慢叫做一個叫做 twist 扭曲緊嘅狀態。咁所以見到第三個圓形出現，就是中間呢個環形嘅狀態。咁所以呢一個表演咧，其實都分開有三個章節。咁你見到咧，其實上個表演者下邊腳下嘅一堆 visual 咧，其實就係、是。同個表演者個 movement 有關係。咁啊，值得一提咧，就係咧，今次呢件作品咧，係我咁多件作品裏邊咧，唯一一件咧，係個音樂唔係自己做嘅。咁咧，因為咧，我覺得呢件作品。個規模好巨型，咁同埋一個都算係相對嚟講比較有預算嘅 project 啦。咁我就邀請咗我好中意同埋認識咗好耐嘅兩位音樂人，一個就係我好中意嘅前輩叫林強，佢做好多電影配樂嘅。將兩位表演者或者一位表演者，即呢對表演者嘅一啲嘅肢體動作變咗做視覺同埋音樂。咁音樂個部分，我頭先話我再邀請咗兩位音樂人去同我一齊合作。咁佢哋嘅 movement 咧，令到我喺嗰個影像嗰度做咗一啲嘅變化之後咧，我再將呢啲變化咧變成咗一啲嘅聲效，再放咗落去佢哋嘅音樂嗰度。咁中間過程來回咗大概即一年嘅時間左右。咁其實咧，通過一個咁樣嘅即肢體語言嘅方法咧，我將視覺同埋聲音咧一路中間不停咁去變換，嘗試去 present 緊一種唔同嘅概念。咁呢一個係我同香港舞蹈團嘅一個合作。咁香港舞蹈團嘅呢一個合作咧，其實就再特別少少就係咧，我同兩個 dancer 一齊合作去做導演嘅。咁開頭咧就係我同另外一位香港即係好優秀嘅一個當代舞者一個前輩，就叫楊春光嘅一個合作。咁傾傾下嘅時候咧，原來香港舞蹈團好有興趣一齊玩呢件事。咁然之後咧，再加埋咗佢哋話，不如加埋我哋個首席舞者一齊嚟玩啦。咁但係佢嘅首席舞者係跳中國舞嘅，咁所以咧件事就好大鑊啦。我唔知呢個翻譯點樣譯大鑊呢兩個字。咁因為咧。當代舞好注重肢體，中國舞好注重形態，呢兩樣嘢淨係我噏完我自己都唔知個分別喺邊度。再加埋新媒體，即三樣完全唔同嘅嘢點樣擺埋一齊咧？咁於是乎我哋好辛苦咁樣，終於揾到個主題、就係其實原來咧，大家咧都好注重一樣嘢，就叫做嘗試去演繹用一個當代嘅方法咧去演繹緊啲傳統嘅嘢，中國舞因為其實喺香港舞蹈團係一個核心嚟嘅，咁所以咧，我係嘗試將中國舞嘅一啲嘅核心攞出嚟，包括咗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就係呢一個鋼管。咁好多人咧以為咧現今嘅鋼管舞咧其實係嚟自其他地方西方，咁但係原來咧其實係嚟自東方。
咁喺中國嗰度，其實好鬼死多年前咧，就已經有呢個鋼管舞嘅出現，喺中間吊咗支棍喺度，然之後爬上去，再爬落嚟，爬上去，再爬落嚟咁樣樣。咁喺呢一度咧，我又做咗一個咁樣嘅，同佢哋做一個咁樣裝置，再去理解究竟如果我有咗呢一個咁樣嘅鋼管嘅時候，其實同舞者之間嘅關係喺邊一度咧？咁另外咧，我或者我跳過一下呢一件作品。因為我想開始講一些跟數據有關係的設計或者 一些作品 Visible 和 Invisible 之間其實都很特別，因為我們剛才看到的東西都 Visible， 就算你衣服也好，你都是聽得到，但有些東西你是連看都看不到的，那個叫做什麼呢？就叫做 Data， 因為它很明顯它一定是 Invisible 的，當這些的、有些人嘗試用一些方法去拿了這些數據之前呢， data 是不存在的，即譬如我現在跟你說的這個聲音，如果沒有人去通過這個麥克帶了到去你耳朵的話，你聽不到東西。另外就是呢，就算有一個叫做 volume 的高低起伏都好，都是見不到的。所以呢，這個就是很大可數性在這裡，譬如 data 一定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可以變成視覺。這個視覺呢，譬如在我這件作品 Landscape of Cloud 這裡又是跟 PMQ 的合作的、在這件作品呢，我嘗試將一些物件的顏色呢視覺化出來。這個轉換的過程呢，其實我們會見到一些我叫做現象出來的，但那些現象是什麼來呢？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作品，這件作品是很久了，2011年的時候，題外話就係呢件作品展出嘅展覽咧，個主視覺咧就係 Javen 設計嘅。咁呢個展覽其實分開兩部分，有一部分係裝置嘅藝術部分，另外一部分就係而家你見到嘅部分，就係表演嘅部分。我件作品叫做順便 Signal Morpher。咁2011年嘅時候，我諗iPhone 啱啱開始出現啦，智能手機開始慢慢普及啦，我哋開始有 3G 嘅網絡啦。咁信號呢一樣嘢咧，其實對於成個社會嘅發展咧，一件好特別嘅事嚟嘅。包括咗2011年開始，香港有一啲社會嘅運動醖釀緊。咁我喺呢件作品咧，五位舞者將會有五把遮。這五把遮呢，其實呢它不是一個普通的遮，它會收到這個人側邊的信號，大概遮的範圍。而你看到現在後面呢，它們有五條布在那裡，那個視覺呢其實就是來自它們五位舞者打緊電話或者上緊網的一個視覺，甚至乎聲音其實都是。那我在這個表演的中間的時候呢，將它們的電話號碼放了出來，咁令到觀眾咧去干預呢一場嘅表演，所以咧觀眾其實唔單止睇緊一場表演，其實嗰個視覺同埋嗰個聲音咧，其實觀眾都參與緊其中。咁呢件作品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睇到一個現象，就係、是、用電話喺唔同嘅地區飛完嚟。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呢件作品臨尾去咗兩個地方，一個咧就係叫做英國。咁英國我諗同香港去英國嘅就係2012年嘅時候，咁同香港用電話嗰個嘅即係個頻道咧係差唔多。咁但係咧臨尾我2013年嘅時候咧，呢件作品去咗阿根廷做一個展覽，2012年去阿根廷做一個展覽。咁個表演咧就變咗做三個舞者。咁我一去到就問呢三個舞者：你哋個手機可唔可以攞出嚟，我大家一齊換張卡先咁樣樣。居然有一個舞者係冇手機嘅，咁然後咧，我再問佢哋啊，如果有手機嘅話，你陣間介唔介意打電話出嚟？我唔介意，但係可唔可以唔好打咁多啊？咁點解咧？原來佢電話費好貴。咁另外嘅咧，就呢兩部手機，即係有三個人啦，有一部冇，有一個人冇手機啦。咁另外嗰兩個人咧，有一部咧係嗰啲 Nokia 嚟嘅，即仲係撳緊掣嗰啲嚟嘅。咁另外嗰人咧係。是一部智能電話，但是上不到網的，咁所以咧，成場表演咧就好靜，非常之靜，冇乜視覺，冇乜聲音，乜都冇，咁就好好淡淡然咁樣就完結咗。咁所以咧，即使同一件作品咧，
因為要去將一啲嘅信號咧視覺化出嚟，或者變成聲音出嚟咧，其實都會喺唔同嘅地方都會見到唔同嘅現象出嚟，包括咗以下來嘅呢一個現象。你見到咧，而家呢一個咧，其實係我喺 Yahoo 財經網站嗰度 download 落嚟嘅一套數據嚟嘅。咁你見到2009年3月9日 open high low close 呢啲係咩嚟嘅咧？恒生指數。咁每日嘅開市最高位、最低位、收市位同埋平均嘅指數。咁呢啲嘅指數其實可以做啲咩咧？我今日帶咗少少示範嚟，我嘗試將呢啲嘅指數咧變成音樂。咁咧，我俾啲數據俾大家睇下。咁呢個指數咧，佢最後咧出嚟嘅時候咧，OK。我想俾你睇佢哋最原本嘅一面。咁呢個最原本嘅一面咧，其實一堆冇乜關係嘅東西嚟嘅，全部一啲嘅數字嚟嘅啫。咁但係呢啲數字去到一個創作者嘅手上邊咧，其實可以變成咗另外一樣嘢。咁當然我做咗個控制器嘅，這個呢一個咧都專登攞翻出嚟，因為其實係十幾年前我自己做嘅一個樂器嚟嘅。咁啊，呢個天線係冇關係嘅，純粹係攞嚟俾我控制嘅啫。咁我收翻埋佢先。咁咧喺呢一度啦。你見到而家個日期同埋數字咧，其實就係邊一日個恆生指數。咁我將佢咁樣轉嘅時候咧，而家就係最開頭。跟住我將佢慢慢咁樣嘅時候咧，我見到佢嗰個日期越嚟越遠，越嚟越遠，去到最底呢個位咧。呢度咧就係我攞緊嗰一日最後嗰日，我攞到2018年10月16日，係啦。咁而你聽而家聽到嘅聲音咧，其實就係嗰個恆生指數。嗰、那個聲音放咗落去我個電腦嘅時候，我將呢一個指數個平均將佢變成嗰一組聲音。咁但係而家聽到咧，都仲係有啲悶嘅。咁但係咧，可以將佢咧變再做咗一啲嘅處理嘅時候咧，可以點樣樣咧？譬如視覺上邊嘅處理啦。又或者是再多一少少層次聲音上面的處理。啱啱係一個好簡單、好簡單嘅示範。咁當然咧，其實咧呢一個咧都其實係我曾經好多年前咧嘅一場表演嚟嘅，即係成場就係一路
但我一定要去日頭玩嘅，一個恆生指數日頭先至有反應。即而家係今日星期日係收市嘅，冇反應。咁所以如果而家我表演恆生指數嘅話咧，應該係嘟一個音嚟嘅。咁呢個都一個可以用我頭先講嘅形容就係 data， 其實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去演繹。如果頭先恆生指數係可以用一種演繹嘅方法嘅話，其實我哋仲可以即擺另外一啲嘅。解說落去，令到佢再有唔同嘅層次出現。咁 data 除咗可以做一啲聲音或者視覺嘅話咧，其實仲可以係一個 mechanics 嚟嘅。咁咧呢一個咧，其實就係、是今次冇擺到入去 GDA 呢一個獎嗰度，咁但係就喺第二啲地方、第二啲設計獎嗰度攞咗。咁呢個就係導浪隨風。前2016年嘅時候咧，我哋幫台灣月做咗一件作品。台灣月係咩嚟嘅呢？在香港每年台灣的官方機構就會在香港那裡做一堆活動去推廣台灣。那這件作品呢，其實我們就想，咦，如果我們要將台灣的美好帶來香港的話，可以怎麼做呢？我們就通過風的想法，台灣的風通過太平洋吹去香港。我們想起台東這片很漂亮的稻草，但是我沒理由即將整片田搬去香港，然後拍照就 present， 原因不是我們識做或者不是我們想做的事情。那我就想著，若果台東的風通過一個數據的方法在香港呈現這一片稻草的稻田出來的話，其實我們就可以模擬台東的風，而這一種這樣的變動，這個這樣的現場在銅鑼灣成品即是個書店的一個裝置，我們就 present 緊在台東的美好吹到來香港。咁同時間咧，其實通過呢一種咁樣嘅轉換嘅方法咧，其實我哋可以轉換咗去比較有一種叫做 poetic 嘅一個諗法，又或者可以見得到一種文化嘅現象出現。咁甚至乎，如果 data 佢除咗可以聲音，佢除咗可以 mechanics 之外咧，其實佢仲可以係一件物件嚟嘅。咁呢一個就係今年 GDA 嘅其中得獎嘅作品，一個 Hong Kong Best 嘅作品。對我嚟講，攞 Hong Kong Best 呢一件作品嘅意義係好大嘅。因為呢件作品是幫號外500期做的一個創作嚟嘅，咁號外對於我嚟講，曾幾何時啊，係 Hong Kong Best 嚟嘅，咁亦都係即係 present 緊成個香港嘅流行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本雜誌，一個媒體。咁喺呢一度，因為基於一個咁樣嘅概念咧，我將佢1-499期，因為我哋未攞到第500期嘅，咁啊將佢咧轉咗做一啲嘅諗法。點轉呢？就係、是、因為咧，其實號外好大本雜誌嘅，喺我報紙檔嗰度咧，一眼就會望得到佢嘅。咁對我嚟講，佢係一個報紙檔裏面最靚嘅風景嚟嘅，亦都係香港流行文化最美麗嘅風景。你數得出香港最有名氣嘅明星咧，都出現過喺號外呢本雜誌嘅封面嗰度。咁呢個咁靚嘅畫面，我將佢嘅 CMYK 即四色變咗做一個高低起伏。用 programming 的方法，然後咧將它變咗做一個 3D 的立體模型之後咧，再 3D print 出嚟。而呢個 3D print 咧，臨尾我哋會直接攞出嚟，或者就咁用我哋 print 完之後再影相，變咗做呢本雜誌的封面。咁呢一個就係 present 緊佢1-499期，對我嚟講就係咁多年以嚟佢為香港帶嚟號外，為香港帶嚟嘅流行文化嘅風景。咁當然呢件作品仲有一個展覽嘅版本啦。咁佢轉動嘅時候，其實我哋直頭係會見得到後面嗰個本雜誌嗰個顏色嘅變動，同埋呢個即立體模型嘅關係。咁其實差唔多嘅概念啦，我喺2013年嘅時候咧，自己做過一件作品，就叫做 One Day Social Sculpture。咁每日咧，我會有一件雕塑咧喺我呢件作品嗰度產生出嚟，就係基於咧。攞咗一個當其時候叫做主場新聞嘅網絡嘅新聞平台，佢啲嘅數據，佢有幾多人睇緊，佢有幾多人俾一個 like 俾佢哋，或者幾多人 comment 緊咧，佢會影響佢嘅高低起伏，佢嘅機械臂嘅高低，或者佢嘅轉換嘅程度。咁所以你而家見得到咧，每一日咧，其實就一件雕塑。是線性的，是一個時間來的，即譬如由最左最畫面見到的右手邊
就係開展覽嘅時候，即係譬如十點鐘，咁去到夜晚嘅七點鐘，咁你見到大概可能過咗中間少少位咧，其實就已經係 lunch 嘅時間。後屘我哋發現咧，最多人上網嘅時間咧，其實就係食飯嘅時間。咁但係呢一度亦都有另外一個異常，就係當香港發生緊一啲事嘅時候咧，包括咗一啲嘅社會運動，包括咗六四嘅時候特別多評論嘅話咧，呢件雕塑係特別唔同。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得到唔同嘅現象。咁呢個對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因為我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個副修係文化研究，即係 culture study。咁所以對我嚟講，其實佢都係一個研究嘅文本嚟嘅。咁另外最後咧，其實佢甚至乎咧 ，data 我哋人就已經有好多嘅 data， 包 data。咁其實包 data 咧，其實係可以變成咗一啲嘅作品嘅基礎，包括咗我呢一件作品，佢可以將我嘅腦運動。腦電波的運動變成了一個空間。那你一看到呢，這裡下面那六個 sculpture 呢，它的高低起伏或者它的閃動，它裡面的活動，視覺的活動呢，其實就是來自某一個人在這個展覽那裡留下給我的30秒鐘的腦電波。那所以我的觀眾呢，其實是可以選擇兩個，一個就是進入人家的腦電波，一個就是去欣賞人哋嘅腦電波，即係講出嚟好似好核突咁樣，即係我行出人哋個腦嗰度。咁但係因為我哋冇見過腦電波嗰個活動係點樣樣嘅，即係喺個實體嘅空間嗰度。咁所以呢件作品我就想去發掘一下佢嘅可能性。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嗰個嘅生理維度咧，都可以成為咧我哋其中即係一個創作基本嘅。咁呢個咧就另外一件作品。咁呢個就攞呢個係又係另外一個獎項嘅金點獎。咁因為咧呢個嘅作品，我係幫香港大學一個叫做大體老師嘅 program 去做嘅一件創作嚟嘅。咁大體老師係咩嚟咧？即係你死咗之後咧，你可以捐咗你自己身體俾醫學院。咁醫學院嘅一年班嘅學生咧，第一科咧就要去解剖一個人體。咁我開頭同佢見，同呢位即係解剖醫生見面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就係我做咗啲功課。咁咧，我有揾到佢嘅其中一啲訪問咧，佢話咧，其實人體咧係好靚嘅。咁跟住我就去開會嘅時候，我就問佢啦：人體好靚啊 ，Dr. Chang 究竟係咩意思咧？跟住佢話人體嘅內臟好靚，我就咦，內臟應該即對我嚟講應該唔係太靚啦嚇。咁但係當我去解釋嘅時候，因為佢精密嘅程度係好靚。咁我可能我去問大家，即係你可能我哋用隻眼睇個身體，我哋一定每日都做緊。但你有冇試過用隻耳聽個身體？咁所以喺呢件作品嗰度咧，我嘗試俾大家聽下自己嘅身體。咁所以我做咗一個裝置咧，其實就係好似一個 scanner 咁樣，掃描個身體高低起伏。咁而呢啲嘅高低起伏咧，就會轉換成一個聲音。咁呢個又好特別啊，因為咧佢喺同年啦，即係喺上一年咧，就去咗威尼斯嗰度做一個表演。咁我哋就揾一個威尼斯嘅人去幫我做一個表演。咁呢個威尼斯嘅人咧，好大意，即係比較豐厚少少啦。咁咧出嚟嘅聲音又好唔同。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使係同一件作品去到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人，佢參加咗呢件作品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見到唔同嘅畫面會出現。咁甚至乎咧，頭先你一開始嘅時候見到我呢個嘅策展啦。咁呢個策展其實嘅視覺啦，其實咧係嚟自一啲嘅生理數據，其實嚟自嗰、那個生理嘅反應。咁、那個生理反應其實係咩嚟咧？就我哋叫做皮膚電阻。即係譬如而家我同你講緊嘢咧，其實我一路有情緒嘅變化。咁我情緒嘅變化就係喺呢度表現咗出嚟。咁所以我哋會將一啲嘅生理變化擺咗落去做一啲嘅視覺創作嗰度。呢一個我好快就已經會講完㗎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雪西道嘅邀請嘅創作嚟嘅。咁當其時候佢出咗隻唇膏，咁佢話俾我知 ，Kevin， 你可唔可以幫我做一件作品咧？係 present 呢十六隻紅色嘅，呢十六隻紅色好唔同嘅。跟住我望一望，一樣，一對我嚟講都係紅色啫，即冇分別嘅，咁但係咧，於是乎我又諗到咧，就係、是、喂會唔會咧？其實嗰個人對唔同嘅紅色嘅心跳嘅反應都會有唔同。
咁當其時佢喺中環租咗個地方，咁就好似一個 gallery 咁樣。咁咧完全唔賣嘢嘅呢間 pop-up store。咁佢淨係行到最尾呢度坐低咧，咁我就會攞住佢有一段時間嘅心跳對住呢十隻紅色，然之後就做咗呢一幅畫出嚟。咁呢一幅畫咧，現場會即刻投影之餘咧，最後會 print 咗個 talk back 咧，等佢帶走自己嘅心跳。咁而上面嗰四隻紅色咧，就係佢最有反應嗰四隻紅色，因為原來佢哋 Shadow 嘅專櫃咧，其實係會俾四隻色你揀嘅。咁所以我哋就攞咗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去做。好快睇一睇個片段。咁咧放低，我哋基於兩樣嘢，第一佢心跳，第二就係佢皮膚嘅顏色。咁佢側邊一路會做呢個衍生嘅過程啦，喺一個organic設計嘅場面嗰度。最後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作品，食物咧，即我做好多轉換，食物咧都可以做音樂嘅，咁亦都係 GDA 今次另外一件，即我哋團隊攞嘅另外一個 Hong Kong Basin Oreo as a Vinyl。Oreo 大家可能都有見過，冇食過都應該知道係咩嚟啦。咁啊，當其時候咧，即我啱啱講咗啦，即一開始嘅時候，我喺做廣告公司。咁我有一個以前做廣告公司嘅朋友咧，去咗上海嗰度發展。咁咧佢話啊，我要幫 Oreo 做啲嘢，等佢唔好咁老土啊。因為原來響即響 China 咧，食 Oreo 已經係一件好老餅嘅事嚟嘅。咁佢想變翻做好音。咁於是乎佢就攞咗一大堆 Oreo 俾我，跟住我 Oreo 我見過咧，攞俾我做乜鬼咧？跟住佢話你望望唔望到一啲嘢？跟住。我就話望唔到喎，咩咧？跟住臨尾咧，原來佢先發現，其實咧佢可唔可以變成一張黑膠唱片咧？咁於是乎咧，我哋就用咗呢個 concept， 發 Oreo 變咗做一個黑膠。咁跟住咧，我哋就大鑊啦。咁點大鑊法咧？就係因為咧，我要試好多 Oreo 咧。去做一樣嘢，就係咧令到佢真係用黑膠嘅原理咧，喺呢塊 Oreo 上邊咧，真係有個聲紋。咁然之後咧，再要做一部機咧去讀呢塊 Oreo。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咧，因為 Oreo 咧其實係唔開放佢嘅 ingredient 出嚟，我哋要自己慢慢試嘅。所以我哋試咗幾多塊咧？五百幾塊餅。但我哋因為唔想浪費食物咧，所以我哋食咗五百幾塊喺兩個月之內。我哋三個人做嘅啫呢個 project。三個人食咗五百幾塊先，每個人食咗百幾塊左右啦。咁我到而家我都唔敢食 Oreo， 到而家都。咁我睇少少片段啊，呢個係 case study 嘅片段嚟，好典型嘅，即係廣告公司做嘅 case study 片段。Oreo is famous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brand that inspires people to see wonder everywhere. But how about hearing wonder?Introducing Oreo Vinyl.We created an Oreo that plays music. By replacing the classic embossing with grooves on the cookie surface, the work is a fun record. 我就找了我一個很好的朋友做曲奇餅，很厲害，很好吃的。後來專門要弄到它很甜才是 Oreo。真是錄的，不是扮的，沒有配樂的。咁重要一樣嘢就係食完咁點啦，補咗得六塊餅嘅啫，六首唔同嘅歌。咁係因為成本好貴啊，其實佢臨尾想做大量製作，因為一部機都千幾蚊一部，即千幾蚊港幣一部。咁臨尾佢哋想做大量製作，就推咗。臨尾佢哋用咗另外一個方法咧，五蚊就做到一部出嚟啦。咁啊臨尾好好賣，我聽講。係佢當然冇分俾我啦，因為另外嗰個就唔係我做。Oreo Vinyl.Bringing wonder to your ear. 其實頭先講咁耐咧，都講一樣嘢就 transcode， 將一個 media 變咗做一個 media， 將一個感官變咗做另外一個感官。All about transformation。我想講一樣嘢，今日我知道我超時，但我用多兩分鐘啫。因為 transformation 呢件事好特別嘅，尤其是對於香港人嚟講，香港人咧其實係一個 new media artist 嚟。點解會咁講咧？你見到一個好靚嘅 house。
去到香港人的手上，他用了新媒體計算的方法 transform 變成很多間 small facts， 很多間這些這樣的這樣傳。而我們的政府呢，其實都是一個 new media artist。 為什麼呢？西九龍文化區，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很多museum有一個區域起了20年了，未起完，它是一個 art and culture 的 project 來的。但是其實呢，它原本不是 art and culture 的 project 來的，它怎樣 transform 變成一個 art and culture 的 project 呢？其實它原本是一個地產項目來的，它賣樓的。然後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發生什麼事了，我們有100萬人、200萬人，是一個很和平的示威的活動裡面，但是香港政府又是發揮了新媒體藝術家的本色，將它變成了暴動。我們的警察本身是去 protect 我們的市民的，我們的警察都是 new media artist 的，由 protect 的市民變成了去射我們的市民，射他對立。而我們其實為什麼會被人射呢？因為其實我們只是 fight for freedom， 而這個 freedom 又很簡單的，我們都在說話我們上到 Facebook 上到 Instagram 什麼都說得，但這種 freedom 其實應該是 without free， 我們 fight for 這件事。我想這張畫面其實在香港我們最近這幾天最深刻印象，我想借這兩個畫面跟大家分享，特別今天在韓國。這兩個畫面是來自韓國光州事件，一邊是催淚彈，一邊是我們警察打我們的市民。這個就是催淚彈，警察打我們的市民。韓國在很多年前，37年、38年前，光州事件，香港今天都是在做這件事，都是揮霍人的一樣。所以我想今天借個機會，請大家支持香港。今天我就講到這裡，本來後面我打算賣廣告的但我不講了，後面的廣告就是我香港有個空間，大家可以有空過來坐，有咖啡喝，有設計書賣。但是我覺得在現在這一刻我去賣廣告呢，自己的心情都過不去。今天的分享到這裡，稍後再有機會的話，在 Q&A 的時間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Thank you。从外面